伊利活力冬奥学院，体验焕新升级。欢迎来到活力冬奥学院，我是教练陈小伟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接下来我将带领了大家体验一下冰雪运动的乐趣。耶！然后我们去换一下装备，一会儿前往下一个场地。哎，教练，那个不是有单板和那个双板吗？我们要学习跪滑那种招式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下一个。欢迎冬奥学院，我们来啦！接下来我教大家一些热身动作，然后以防我们接下来滑雪的时候受伤。月华妻子老年冰上性感热舞。老师，我的雪装被我插歪了。教练跟金贵装疗被我偷走两个灌篮瞬间。这个。我跟你说，优秀的人都在这儿，获得老师的拐杖。老师，我这个不是咯噔，我就是咔哇一声。大家是不是在好奇其他的两位成员在哪里呢？哇，好好奇啊，都去哪里了？一点也不好奇，在哪里？他们走吧。今天见过吗？接下来的那个冰雪运动会的挑战。No， 就是这个反应。Yes， 其他的两位成员呢，在我们雪场的另一端，在为大家争取接下来游戏环节有力的道具。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活力冬奥学院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一个游戏，叫雪上摩托竞速游戏。看来我们是决定他们成败的男人呐，哈哈哈哈！看来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上。他好慢啊！驾照人就这个比赛好像谁就可以获得三张卡，然后去助力他们。那这三个是我的了，那我先打开了，看一下我的。那这张卡，我觉得。你看，复制卡嘛，他的那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对呀，他两个。哦，懂了。对 ，double。所以说 double 就复制，我觉得跟他还蛮符合的。就这张给下一张。阻力卡，最终成绩增加与旗子距离一米。不是很好的。我记得这个不是说帮他们。对，这是阻力。那下张给谁啊？给谁呢？别总欺负他了，咱今天换个人欺负他。可以啊，那叫引力卡，最终成绩缩短与旗子距离一米。哇，这个跟这个阻力卡是完全相反的。对。
那这张引力卡就给我们的学生都比较辛苦，对不对？这张就希望他可以取得胜利。对，这张送给你了。期待我的是什么技能？三二，哒哒哒哒，外援卡。哇，这个技能也太 bug 了吧！可以获得教练的加成，这个很有用。我想想也行。刚才说到我们平常老板团欺对吗？总是欺负他。这一次我给，我觉得这个技能也特别不错。我觉得。对，就剩他一个人了，现在好像是这样吧。我们能帮你们的就到这里了。对，你们要自己加油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全哲，别作弊啊！哎，你不要往里窜！哎，你是不是作弊？他撞了我！全哲作弊了！还你个作弊！哇，你这个棋本来就插歪了！哎，那我说句你说什么人的存在吗？黄新锤400厘米。下面我们进入技能发动环节，大家各自打开自己的信封。OK， 只可以自己看自己的啊。请拿到复制卡的成员举手。复制卡，你可以任意选一个人复制他的技能卡功能。复制我的。下面请选择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技能特别厉害。你修我修我修，真的一定要修我！我这个技能特别厉害，虽然我没看，但我知道他。晨晨，你一定要修我，相信我，你就选我。你等会儿，我看有没有看样子。我跟你说，我选扎斯的。你不能选扎斯的，我刚刚不想瞟了扎斯的，扎斯的真的。你选我的。黄明浩，请公布你的技能卡技能。我技能卡是阻力卡。你真厉害！把你的技能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下。我宝贝的卡啊，阻力卡。看到没有？让你选我阻力卡，看到没？那是干啥的？最终成绩增加与此次距离一米，增加一米，增加一米，增加一米，你这个就，哎呀！哎呦，超超这个复制卡很好。你看你不信我的，来一米了。好难过、啊。最终的距离是110厘米。来吧。扎西尼也好多了。黄明浩的距离是196厘米。好、哦、我帮你。我还是第五个。我要发动我的技能了。是不是讨厌我？这个节目我不拍了，是不是讨厌我？给我当主力卡你是啥意思？你这样给我看看怎么了？下面由朱正廷发动技能，我是引力卡，我不知道你不相信我。第三名，你做梦吧！宇轩发动技能，教练，你看我内向不？教练，你好像是我。等一下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只能控一下。人是阻力卡，你们接不住，黑幕接不住，黑幕接不住，加鸡腿接不住，加鸡腿。All you can。下面由黄新纯。揭晓你的技能卡。对，我这个技能卡就厉害了。我的技能卡什么呢？送外卖，就是我在2秒钟就能送到一份外卖。一粒牛奶带来的能量，不管在哪儿都是第一名。OK， 真的。二三四，记东西。
获胜成员的奖励就是，其他成员要给获胜的人堆一个雪人。啊，所以除了第一名，剩下四名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还多玩了一次。哦，这好吗？主要是玩。哎，你们四个人堆雪人，我去玩。来吧，堆雪人吧。堆嘛，堆嘛，堆。二三四。记东西。赛道，碰到我了。获胜成员的奖励就是，其他成员要给获胜的人堆一个雪人。啊，所以除了第一名，剩下四名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还多玩了一次。哦，这好吗？主要是玩。哎，你们四个人堆雪人，我去玩。来吧，堆雪人吧。堆嘛，堆嘛，堆。香辣牛肉面去。你们香辣雪，刚才它不粘，粘不住。我造这个雪人，我操！雪跟人都有了，雪人雪人的。我的感言。壁纸为什么选我，我都已经猜到了。他们要么说我太聪明，说我说所以给我一个这种阻力卡，要么就说我年纪太，身为那个年纪最小的，要给我多吃点苦。但我话就放在这儿了。节目组，今日，壁纸负我一米，您待会儿我让他摔倒，认不清自己。我护着他们。是谁 ？B 组的是吧？我跟你说 ，B 文俊责任回去给你加鸡腿。谁敢欺负你们？我跟你说，哥罩着你们。范晨晨，发表你的感言。我，我们根据 A 组成员的游戏结果 ，B 文俊同学指定的隐秘卡成员朱正廷获得了胜利，所以 B 文俊同学可以上前来领取自己的奖励。